我自己，嘛会当保护别人呢，是讲观看时间无早，赶紧来去走啊！ 只要为你，那不只是。
我有困，老爸老母会当激发单身挂珠记哦。但我唔知是安怎样哩，爸母离开我的身躯，比你后，我现在已经中大成人，现在司机爸爸过得偌好过啊！所以我就想尽办法，踮在半中途所在，我若快有钱人，我同阿爷金钱哦。原来是好我了后，我会当好一条细路。如果若要跟我行越高，恐着我同阿爷死了。虽然我个性亲阿爸无唔对。那看到的物件，我一定要直交手。一若无，我绝对无可能罢休啊！虽然期间我嘛出一时的好功夫，目的会当保护我家己。今天也是不离我，天气相好，也随看有啥物人伊那无啊！来到此地不过台湾，准备起程，要去鸟市猎鸟。当然嘛是欠所谓啊，是变水啦哈。啊，我好卡好酒，当时咧变水。你不要去做工课，不要去赚钱，来这边讲收钱。收钱多好命啊！工课即马无好做，所以啊，我得来做你所在，看你有底气，所以我无想要伤害你。只要你是老好我，我好你一条水路。这若是无，你敢知我会安怎样？会安怎？安怎？会安怎？你讲话大声，我就去听你了吼哈。咱今天讲话，咱明天后头，咱就扯走哦。你敢搞安怎？你若出什么车，我进什么车呢？敢扯死你！啊，你这查某我真扯，我是代人，讲我是查某，你是查某，我无想要跟你计较。啊，你人我是敢怕你？你敢怕我？我嘛敢来怕。敢扯死你！你明明就怕。Thank you.
是我多困平，无离婚爱担心我自己，爸母对我非常的疼惜。因主持是跟我交代，所叫人知我的心事哦，就是希望讲，男人的志志在四方，是为了这里无烦。所得我提醒，我讲的求相信有打拼的心肝。以后听您的多，我华山的所在有一名老师傅，功夫来真厉害。心想往前我华山，希望能拜老先生做我的师傅。但你传教我记得，所以我就离开故乡来跟我处地，看来是还无再再向前来去。非常感谢，并且要来给感谢吼，感谢给咱这个刘恩金，伊的亲友啦吼，也无啥计较，新彩票一万块，祝你新的健康万顺利，一一收起啊，百里。哦，万二块啦，歹势，我嘛是好好，一万两千块新彩票。叫你亲戚一路慢慢飞，不管你今仔开偌济，让你身体健康万顺利，一旦健健康康平安大团圆。谢谢，谢谢身体健康万顺利，多谢你心爱情郎，我的荣华富贵一世人。奇怪，下面有些人想喊我，我生活思维当提醒，想你。